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Kelvin， 我们又见面了。记得两天前我跟你们说到我们在改装这一台2017年的保时捷马看吗？今天我们已经改好了，我带你们去看一下我们做了些什么东西，一起来吧。基本上这台车子我们已经把它的外观升级到2019年款式。你们看到这个灯吗？这个黑熏灯都是我们换掉的，全部都是保时捷原厂线，包括这整个盖跟这整个玻璃。你看到现在这个样子是不是很漂亮？你根本就在路上分辨不出这是一台2017年或者是2019年的车，对吗？我现在把它的那个灯给启动，你们看一下，非常非常的漂亮。好，好，你们看到了吧？这款新的灯是跟之前是完全不一样的，它是一整排。之前旧款的灯它只到这里，这就是新款2019年 Macan 最大的特征。你从远远你就看得到这台车子是一台新款的保时捷。如果你们有 Macan 比较老一款的，想升级跟这台车子一样，请你跟我们联络，谢谢。